圣母，啊，伊祝神明成功参拜，拜托神，哎，拜托咱祝神明，啊，会当祈求咱交付出国下面咱财物，拜拜，参拜。然后在2020年将台湾灯会取消，那拱手将台湾灯会让给隔壁的市，台中市。那这个台湾灯会是不是主流哈？其实是由民意来决定。那未来修方会来争取2026年的台湾灯会。那王惠美县长之前我们在质疑他的时候说，哎，这个台湾灯会为什么会取消？那他那时候讲是说可能经费不足，准备不足哈。那经过4年呢，他也完全没有申请，没有提出申请。那如果说他说如果未来经费足够的话，他也会来申请这个台湾灯会，那不就是自打嘴巴吗？那我觉得要成就一件大型的活动，其实要多方面的哈，从中央到地方，甚至民间，甚至一些企业界，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创造一个成就一件大的活动。那台湾灯会其实我们看到其他的县市，每个县市办起来都非常的盛大，而且让这个当地的县民市民都觉得非常的骄傲。甚至我们看到2019年屏东县举办台湾灯会，让屏东县整个能见度提升，甚至屏东人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我屏东我骄傲。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彰化能够透过这样大型的活动，让我们彰化县民能够我彰化我骄傲。阿美姐胜利，二号阿美姐赞，阿美姐赞，谢谢。来，阿姐，各类菜分好食无？好食。啊，咱同馆长讲一下吼，咱邀请咱的乡亲啊哈来报道，会当来食咱的各类菜分足有名的老店安尼。好，那我们来简单讲一下就好。即将哈邀请咱全国还有我们彰化县的各位乡亲哈来到波道顶爱来吃咱的各家各类菜分，阿美姐的各类菜分赞，谢谢。你工作快做。谢谢。